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分享用老面种做的这种偏日式的奶油软发。今天的配方可以做四个中短型的软发，详细的配方在下方资讯栏可以把它点开来看一下。我另外有分享加黄油条在表面一起下去烤跟没有加一起烤出来的一个效果，但是不管哪一种方式，里面的这种保水度跟弹性都是非常好的。我们先来做老面种，高筋面粉、盐、酵母、水，把它搅拌到很难搅拌的程度的时候，再把它刮出来放在案板上，把它揉捏几下，变成一个均匀的面团状就可以，不需要光滑，主要是要确认酵母跟面粉是不是有完全的溶解在一起，没有这种疙瘩的感觉就好了。那我们把它放到容器里室温，因为现在是夏天，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就可以长到快三倍大。但是我建议，如果你是一个可以接受老面种或是波兰种这种带有一点点酸气的这种面团的话，你可以把它放足五个小时再转移到冷藏冰箱，不用担心它发酵过头，它这种程度是会非常好的一个风味。所以三倍大之后，我们就把它转移到冷藏冰箱12到18小时。现在已经是18小时之后，我们来进行煮面团的制作。一样，钢盆里先放面粉、盐、糖，还有这个冰的老面种。你老面种只要没有用完，都可以把它密封起来冷冻保存，原则上尽量控制一个月内把它用完，这样子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要用的时候解冻的状态，像你现在看到这种软软的状态，就可以跟其他的食材一起搅拌了。那当然，其实少量的制作这个老面种也是很方便的。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刚才说的食材，然后再加上液体的部分。如果你是新手，你也不太了解面粉的吸水度，那你可以先参考我配方的比例的 90%， 剩下 10% 先不要倒，一边搅拌观察一下它的状态。这个配方因为用了老面种以及它的一个操作流程、发酵的方式等等，所以它做出来即使你不是用牛奶，它的保水度跟弹性都非常好。所以我用过加牛奶的版本跟加水的版本，真的都一样很好吃。所以我们现在先大概搅拌成团之后，刮一下边边，然后集中一下之后再稍微的搅拌一下，抱团状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就包上保鲜膜，连同钢盆一起去冷藏水盒60到90分钟之后，再拿出来加上酵母。我们加上酵母之后，接着打3到4分钟左右，有一点厚膜就可以了。这个膜不用很光滑，但是至少要能够拉出一个手掌的一个大小，才会开始破掉的这种厚膜，像你影片看到的这种状态。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黄油加进去。如果你是吃素的，就是蛋奶都不能食用的话，你可以试试看这个配方，就是牛奶改成水的部分，然后再来这个黄油，你可以改成植物性的黄油，现在市面上超市也都有在卖。接下来我们黄油都加进去之后，一样是中速搅拌6到8分钟，这期间你要注意一下你的钢盆跟面团的温度，整个搅拌过程温度不能超过26度。然后6到8分钟左右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膜是不可以拉到跟我影片的这个延展性是一致的，而且是很光滑的这个面团状。只要能够达到这样状态，就不用再搅拌了。我这边再拉特写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们不是做吐司，但是你至少要能够拉到将近快2个手掌的这种膜，那不用到非常薄透的那种状态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我们就放在保鲜盒或是盆里面进行室温发酵，我们把它发酵到2倍左右的大小之后，就可以排气，分切成4等份。今天我们有用这个老面种，所以我没有特别用低温冷藏发酵，我就是当天室温发酵好，达到2倍大，我就拿出来排气分切。那我们把它分切成4等份，均等的4等份。因为有老面种的关系，所以当天发酵出来，我觉得这个口感一样是非常好。
当然前提你的面团搅拌整个过程面温这些环环相扣都一定要注意。再来就是我们把面团分切好之后，可以沾上一点点的干粉，因为它是偏比较软黏的面团，然后把它滚圆，像现在这样看到的。滚圆之后中段我们让它松弛30分钟，记得盖上布或保鲜膜。30分钟之后我们把它拿出来排气按扁，不用特别用擀面杖，就是用双手压的方式，像你看到我的手法，大概就是13公分左右的一个直径大小就可以。然后像我的一个方式这样子把它滚成长条形，两边可以往内缩一下捏合就可以。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新手比较没有概念的，你就参考我这个手法，也不需要擀面杖，然后可以整成一个比较光滑的一个小短发的一个形状，这样就可以了。只要感觉有点黏，你就用刮板辅助，那记得一定是光面朝上，然后放到发酵的烤盘上。再来看另外一个比较快的方式，如果你已经很擅长做整形的话，一样双手把它按扁，光面朝底部，然后像我现在这个手法这样滚成长条形，收口记得一定要按好，然后两边把它往外搓，这样就一个也好了。两种方式你都可以自己试试看。整形好之后我们室温发酵1到2个小时，因为室温不一样，它的发酵时间速度一定会有所影响，所以你可以在发酵前先量一下尺寸。我现在的尺寸长度是13公分，宽度是4公分，我大约是个别长了2公分的一个大小之后，现在大约就是15公分到16公分左右，然后宽度有6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大小我们就可以进烤箱烘烤。你要提前预热好你的烤箱，一定是烤箱等面包，不要面包等烤箱，记得。那你可以每半个小时去检查一下发酵状态，避免发过头。我们现在要烘烤之前，你可以有两种版本，一个是表面撒薄薄的一层面粉，中间画大约是0.5到1公分的一个深度的一条线，然后准备一个条状的黄油，这个长度你可以参考我影片的比例就可以。如果是普通烤箱，我们放进去烤箱的时候快速的喷水20下，然后关上门让它烤完。如果家里的烤箱是有蒸汽功能的，你可以详细看一下我资讯栏补充的用蒸汽烤箱烘烤的重点。如果你不放黄油的话，一样就直接画线就可以放进去了，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撒面粉。一样我们放进去烤箱的时候，烤箱都要预热好，快速的喷水20下，上火220度C， 下火230度C， 我大约烤17到20分钟。如果你烘烤出炉之后没有太久，它就表面开始皱皮的话，然后甚至有些会有点回缩，那就表示你的一个烤温应该不是你实际设定的温度，应该是偏低的，所以导致里面的水汽没有烤完整，甚至可能没熟。现在看到是我们第一批有撒粉，然后有加黄油去烤的，底部就是会有这种油油的奶香的这种口感，而且酥酥的，那这个是没有放黄油但是有撒粉的。然后现在你看到这个是就是喷水之后割线直接进去烤，两种烤法表面都是这种薄脆的一个效果，但是非常软 Q。 那一样如果你吃的时候你想要它再恢复这种脆度，你可以喷点水在表面之后放进预热好的烤箱大概180度左右烤个5分钟就可以了。操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我们下次见。